我是 Shannon， 我是于田很多年的好朋友。其实我这一次是从阿布达比过来台湾出差的，本来要跟你们一样是来参加他的那个发表会，可是呢就不知道怎么样，我现在变成这个台上的主持人，请你们多多包涵，谢谢。我这次很高兴呢，就是大家都来参与这个新书发表会。刚刚你们前面看到很多的那个照片的剪辑，其实都是于田他从西班牙玩的时候拍回来的照片，然后把它编辑成整个影片，让你们好好看这个西班牙的美景。之外呢，刚刚那个 Flamingo 的舞蹈表演呢，是于田自己亲自去看表演的时候拍录下来的。其实他有一段上去跳很好玩，可是很可惜那个影片的系数没有太好，所以放不上去，有点点小可惜。不然的话，下次有机会我们来请他跳那个 Flamingo。所以呢，说到这里呢，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于田出现。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田。我曾经一个人旅游了14个国家、58个城市，遍及欧洲、亚洲、澳洲跟美洲。在旅行的冒险中，让我更认识自己。现在就让我们跟着亚洲旅游台一起出发，环游全世界。好，谢谢。我们看过于田呢，在画面上跟四次的 Hello， 所以我们还是要欢迎他本人上台来跟大家见面。我们欢迎于田。这是我们很西班牙式的这个问候，拥抱呢在亲这个双颊，所以呢你们在西班牙的时候都可以这样子跟大家问候，可千万不要拉鸡哦，被人家会打，对不对？没错。我们这个欢迎于田来跟我们说几句话。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田，就是这本书，于田鼓掌。就是这本书于田的专属秘境，西班牙专属秘境的作者。那今天真的很高兴可以请到像我亲姐姐一样的 Shannon 来当我的主持人，这样她应该比任何人都认识我的久，这样从大学时代我们就是室友这样子。对，那她也因为她个人参加过很，就是去过很多国家，所以我觉得由她来介绍我也是对我来讲是非常的荣幸。我们去过多的国家应该有的话这样子，对。那因为有好朋友的事情一起分享，那这个新书发表会呢，我们也很希望就像跟朋友们一起分享，来分享这个成果的感觉。其实我知道，其实还有好多朋友都特地今天安排时间来现场打气，可是也有朋友没有办法现场来为你打气，所以呢，还有朋友已经录制了这个 VCR 要来为这个于田做打气的，我们来看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果冻。今天呢是11月27号，就是我们家于田，我们都叫他 Sherin 的新书发表会。那因为呢，目前呢我人在国外，没有办法亲自到现场。先祝你这个发表会可以非常的顺利圆满成功哦。在于田身上呢，可以看到三种美。第一种美就是无时无刻你看到他都会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那第二种美呢，就是他非常喜欢这个美的事物，所以他每天的心情都是非常的好，而且他会把这种快乐的心情的氛围传染给大家。那第三种美就是他拥有美好的生活，不过这个美好的生活完全是他自己辛苦努力得来的哦。总之呢，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美学概念天分的哦。那我要大大的推荐于田的这本书哦，因为它不只是以这个观光客的角度去写，它还算是以这个在地人的身份呢去写这本书。里面有很多都是于田亲自呢带领我们想要必看的景点，那如果想要深度旅游的朋友呢也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在国外呢有很多这个民生的问题，那于田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哦。那我们现在赶快就带着于田的书一起去旅行吧。认识于田的时候啊，其实是朋友介绍的，然后他说他是一个美女作家。我那时候一开始想，哇，我真的没有看过作家又可以这么漂亮、这么性感、身材那么好的。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盯着他看，说那你要写什么？他说他要写他在西班牙的旅游经验。然后我就觉得好羡慕哦，因为我自己采访出国去过很多国家，但第一个我没有去过西班牙，而且就算我去了一个地方，我也没有办法把他那么很详尽的把所有的吃喝玩乐都记载下来。我就觉得说，遇见这女生除了漂亮、除了性感之外，她还很有内容。然后现在呢，她要出了这本新书了，我觉得真的很高兴，因为呢，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美女作家，而且呢，书又可以带大家，哇，就是能够体验她在西班牙的一些生活，所以我希望她这书一定可以大卖。
就是除了这个朋友们嘉宾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为我们的作者于田打气之外，我知道也有那个现场来宾要上来说几句话，还有表演的，对不对？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好朋友上台来？来介绍一下，一个是我就是跟我亲姐妹一样的一个小妹妹的，像我亲妹妹一样的 Yuli。Hello， 大家好。其实我今天本来也不能够亲自来到现场的，本来我今天有拍戏的工作，那虽然这两天天气不是很好，但也是因为天气不好，天后不佳下雨，所以剧组收工，所以我就可以来到这里，我超高兴的，就是可以，因为本来是不能来，我觉得很遗憾，但是今天终于来了，太开心了，我现在很激动。对啊，而且因为就 Yuli 有跟我一起去过西班牙，所以他看这本书的感觉对他来讲也是充满了我们之间的一些回忆这样。对，因为在书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曾经去过一些景点，就是必去的景点，像巴塞隆纳或是看高地建筑等等，就是很经典的景点一定要去。然后还有于田就是亲。怎么讲？就是当地的好朋友，对当地好朋友才会带我们去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游玩的地方，还有吃，就是食衣住行，个个都包含在我们的书里面哦。谢谢，真的很高兴，因为今天是天公作美，让今天天气不好，让他收工，我才有这个机会可以让他到现场，真的当做一个惊喜。对，谢谢，谢谢，谢谢 Yuli。上个月啊，我在国家音乐厅才去听那个我们 Louis 的西班牙吉他演奏会，那他的主题也是西班牙，结果我就把他请来现场演奏给大家听，而且在音乐厅的演奏是要付费的哦，所以今天大家真的有耳福，而且也谢谢他就是这么样的支持。我们欢迎周世烈 Louis 上台为我们表演，谢谢。可是因为他后面有工作，他没有办法来，可是他也很亲切的，就是特别在工作之前也送一束花过来，送了一束花来这样子，对，也要特别那个花还在哭在滴水，就是很有幸。而且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有一个随书赠礼，其实是因为米笑的帮忙安排，才有这么精美的这个赠品。今天本来在台上想要好好谢谢他，那他因为有临时有通告这样子，他也蛮忙的，所以就来了一下 say 个 hi， 然后我们 hug 一下他就离开了这样子。因为这一次随书附赠的赠品，大家看到这么物超所值的一大包的随书赠品，都是他安排，他
力挺赞助这样子，是一个很棒的美发产品，这在欧洲才买得到。对，你们要带回去商品，而且要特别感谢这个深红国际有限公司，它就是大力协助，然后有办法拿到这个很精美的这个赠品。嗯，感谢，谢谢。我相信你有很多这个话要跟，也要跟现场朋友的讲，对不对？对啊，真的很谢谢大家。我今天看到很多好朋友到现场，有些我根本不知道会来现场这样子，真的给我很大的惊喜。贝贝姐也是，蒂娜姐也是，对，那都是我，大家都很忙，我知道，因为大家都平常上班啊，也是常出国的朋友，那这个时间点也是比较难，我也是翘班，对，比较难来现场，可是大家都有来跟我 say congratulations 这样，所以我真的觉得很感谢。而且这本书的生成，我真的要很谢谢我在英国，在芬兰，在西班牙各地的好朋友，他们都用透过 Dropbox 给我很多很多的讯息这样子，那就真的很谢谢有这些朋友的帮忙，我才有办法把这本书完成这样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参加那个于田的发表会。当然，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个博硕文化出版社，今年整个活动包括整个书的生成，很感谢这个出版社大力的支持，然后帮助我们这个发表会也可以办得很成功。谢谢博硕的各位大哥大姐们的帮忙，这样子。有一位已经蠢蠢欲动要上台献献花的总编辑古先生，谢谢你，谢谢。现在很谢谢每一位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有所有到场的嘉宾跟朋友，谢谢你们来参与这个于田的西班牙专属秘境的新书发表会，谢谢你们。快一点啊！